韩国团体 B2B 七位帅气小伙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不过却恰巧碰上 CN Blue 演唱会和汤姆克鲁斯电影首映，人气锐减，现场人数差强人意。但是这丝毫不影响 B2B 的热情，依然用劲歌热舞回馈歌迷，嗨翻全场。B2B 做足功课，平秀中文俘获粉丝芳心，让现场粉丝尖叫声不间断。炫之普通话全团最佳，被迫用他那半吊子的普通话担起与粉丝互动的交流桥梁。其实今天来到这里，大家都懂酒了吧？我们也懂酒了，我们终于来了。虽然说起普通话只是个半吊子，但唱起中文歌却毫不含糊。 B2B 现场唱起郭靖的《心墙》，合作默契范儿十足。